你现在中间，你现在在中药了吧？你现在本末多少？好，来，我们的 C 位 C 位了，你说他 C 位了，对吧？讲到钱的时候啊，以前最近怎样都有薪水都有领到吗？好，我们先。那个从一开始我们那个核心讲起好了，因为其实刚开始就是雅雅用这间老杂包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有邀请，没有，听我讲完，我们故事都有原委的嘛，不要着急嘛，好啦，对，等一下，让我讲个五分钟，然后其实雅雅就有邀请我们啦啦队过来吃，然后我们其实这边距离大巨蛋啊，或者是华视很近，有时候我们就是你知道，冲冲冲录完下班就会过来吃，或者是跳完大巨蛋就会过来吃。就是你刚刚说，其实地点的位置，我觉得也是蛮棒的，因为这边啊，还没，你等一下。来吃的时候是赊账还是请客？我跟你讲，请客。由于他也知道我们现在财务有点困难。开玩笑的，因为其实乐天那边已经有说在处理，而且最近呢，真的那个APP 银行的 APP 一直有叮咚叮咚叮咚，钱都有开始进来了。Oh. 对，那在这个之前呢，其实雅雅有看到新闻，他就有关心我，他说以轩你有是不是没钱吃饭？过来我这边吃，帮我打个限动就好。免费请你们吃到饱，所有的来要最多好朋友写一下好不好？记者朋友们，好朋友。怕他们在家里没房，竞争情雪中送炭就是这一种。收到的钱是球队的钱还是外面的钱？有球队的钱。假店的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就是假店。球队的钱有开始进来了，就是他们现在也很积极在处理。对对对。没有，是另外一个账户。我本人有很多账户，对。那现在进来的就是球团的账户，没有错。所以有几个账户？我有三个。太仔细了吧？这不会也要写新闻吧？你现在有三个账户哦。对啊，标题。陆续进来就代表说还有人款项还没进。因为他们因为。我们的公司做账的流程会比较繁，做账，不是做账啦，就是他们那个薪水的流程会比较繁复一点点，繁琐一点点，所以他们当然是从之前还没有给的，然后慢慢下来这样子，会越来越紧。就是跟合约有关的，所以有跟合约有关的部分。我本人合约是没有问题的，对，那他说跟。因为我们的合约都是你不要再挖洞给我跳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合约都是私底下签，所以谁合约有问题我是不知道的，好吗？我本人吴以轩的合约很在乎，很棒，对啊 ，OK， 来救补，来救补的，没有合约的事情也是已经都处理完了，只是每个人处理的时间点好像不太一样，对。先处理谁？谁先签就先处理谁啊！对啊。所以有因为这样子，你们有去关心就是学妹的状况吗？有哎，因为其实我们比较幸运一点，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的。老人员跟收入，那有一些可能新进的学妹，她真的是以啦啦队为主，那就会关心一下她。谁最惨？你可以去调查一下。我正在向我调查吗？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啦，大家都很辛苦，好不好？那所以有一个群组叫大家来。没有，对，我就说如果啦啦队，我会送给他们每个人回家在家里不会肚子饿，好不好？调理包，在调理包，大家在家里。吃，然后下班结束都欢迎来这边用餐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再去用美丽蛋，对。这边没车钱。没问题，他可以跟以轩一起回台。等等，雅雅还有提供住宿，好不好？对，晚上帮我收个店，对，收个店，好不好？对，大家请关怀啦啦队，不用了，不用关怀啦啦队，我们是开始已经有在收到薪水了，对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对，OK，好。